还差1度就40度了，你身体可真好。嗯，把药喝了。嗯，不用，你陪我睡觉，我明天就好了。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。没想到堂堂的陆大总裁还怕苦呀？哪里苦啊？不苦。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甜。你别闹，还生病呢。躺好，赶紧睡觉。啊，我不想让你睡地上，又冷又硬的。没事儿，我不怕。你是嫌弃我吗？啊，我一个生病的人，都没有人陪，你说怎么办？别跟我撒娇。 撒娇没用啊，躺。哦。你不是说地上冷吗？ 我感冒了，怕传染给你。爸爸，你和楠楠玩亲亲了吗？老师说了，只有亲亲才会传染。来，吃水果。啊，我们去玩游戏。嗯。来，跟你玩。继续玩游戏。 跟你玩会拉低我的智商，我要玩这个。你是爸爸，我是孩子，大超人和小超人，我们去拯救地球，保护贝贝，等等。 当当当当当，阿姨一会儿送你回去，好吗？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吗？贝贝和楠楠生病了，会传染给你的，乖。那我先去收拾东西了。 对不起什么？孩子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你怨恨我是应该的，我一定会尽力弥补你的。